天气越来越热，吃冰消暑的渴望也越来越强烈。经过捷运国父纪念馆站时，发现这家人声鼎沸的冰店，上网一查才知道，这是去年底进驻台湾的清迈人气品牌。除了让人惊呼连连的造型，号称冰酥的刨冰口感也是卖点。最招牌的据说是这个泰式皇家红茶冰酥，可以搭配珍珠、炼乳、杏仁片等配料，变化多种吃法。松爽的冰酥入口即化，奶茶的香甜一点也不会黏滞在舌尖，挖到碗底还藏着滑 Q 仙草冻的小惊喜。布丁焦糖卡士达冰酥，刨冰本身尝得到浓郁的牛奶滋味，布丁口感扎实绵密，搭配海盐焦糖酱和焦糖卡士达酱品尝，整体味道香甜不腻。泰式冰品虽然要价不便宜，但新鲜的视觉和味觉体验还是很值得一试，也难怪前来朝圣的人们络绎不绝。动新闻台北报道。苹果欢庆15周年，送你百元 C 的礼券，再抽10万现金大奖，还有2018世足冠军赛门票，现在就下载台湾苹果日报 APP。